我的早餐丰富吧，丰富不丰富？先看看这个是麦片，减肥的话就泡麦面吃。来，用那个壶加了水，这个壶特别好啊。这个有一个按钮，你可以给它设定加热到100度，或者是85度，或者是55度，或者45度。你可以设置好45度，它就烧到45度。开完之后直接一冲泡那个牛奶啊都可以。烧茶的话，我这个茶是需要100度的，所以泡到100度。有的茶像那个铁观音烧到85度，都可以设置到85度。这个壶特别好，你们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去购买啊。这个玉米也特别好，从黑龙江敦化你也给我寄过来的糯玉米，特别好吃。你看颗颗饱满饱满，你看那籽儿特别饱满，特别好吃。我已经吃了个一半了，嘎嘎香。这玉米真好吃。再泡点啥？我的水已经烧开了100度了啊！你看还冒烟呢。哦，我的完全是南方人的生活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早茶好。这个壶特别好用，可以设置温度。你家里边有宝宝的呀，你要给他沏牛奶是吧？泡奶粉是不是？你烧了100度开的话，还得晾一会儿，孩子等不及。可以45度，直接设置45度，烧到45度一冲开，小宝宝就可以喝。它可以一直保温。可以一直保温还，你让它保到45度就45度，85度就85度。这个壶真的不错。这玉米这么多？10个，一箱10个，很便宜的。这就糯玉米真的好吃。给小乖买了一个猫窝，却被球球给霸占了。球球本来有一个狗窝的，然后呢给小乖也买了个猫窝，但是一回来呢就被球球霸占了，然后小乖就不用他的这个猫窝了。现在球球有2个窝，是不是球球？一回来就把小乖的窝给霸占了。这个窝确实舒服啊，毛茸茸的，所以球球特别喜欢。那小乖在哪睡呢？我去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猫窝给球球霸占了之后，小乖就睡在这儿了。你们看看，晚上就睡在我的床头了。这就是他的猫窝了，这个角落这块就是他的猫窝，睡得很香的。你看，好吧，那你睡吧，不打扰你了。这个房间睡得特别舒服，还有阳光。他特别喜欢睡在床上面。这两个人现在在下围棋，已经下了有半个小时了，有半小时了吧？至少有了。还没有分出的胜负啊！我看一下你们两个人谁会赢。哇！下围棋。还有这么多棋子呢。子睿是白棋，小可乐的是黑棋。你们观察一下，你们可以分析一下，最终谁会赢这盘棋？怎么了吗？现在在这里。目前看来是子睿吃的籽比较多一点啊，小可乐要加油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，现在下的还不分胜负呢，小可乐危险喽！赶紧跑出这个地方。子睿妈妈下了一盘大棋，赶紧跑，得赶紧跑，得看我的曹操跑，看我的曹操逃跑记。马上就要可以分出胜负了吧？你的棋怎么还那么多？小可乐，棋都下完了。上趟老说啊，怎么明明给我一个钱包，我现在没了，快没棋了，没棋了，赶紧洗澡去了，这场战斗就要结束了。我也开始围大圈了。看起来不会啊。
我看看你们俩到底谁赢啊？没有棋了，是不是就输了呀？嗯，没有棋，等会是不是就输了？嗯，不跑，哎，不对，这找死吗？你们你都没棋了，还能跑吗？什么？密密麻麻的，小可乐，脑壳疼，脑壳疼。加油加油。好，我看等一下啊，别动。看好啊，我下的这个棋啊。等一下啊。看你落在哪里。这里，来，形成一圈了啊，看啊，从这里，从这儿。天哪。这么大一盘棋，嗯，这围过来了，一直围到这边。哇哦，这都可以连上的啊！天哪，在中间穿越了，我还看那个大圈似的，我的天哪，这黑子全部吃掉了，里面全部吃掉了吧？你从那儿绕了一圈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不对，你看我这里，我藏好了呀。我都可以连上啊，这个 S 吧？你咋连的呀？我这个斜着 S 吧？我挡着，这个啊、我挡了呀。好的，我再给你下两个了，再给你下两个啊！咦，我还没下呢。你那什么操作吗？怎么还有啊？你给我威死了一个，这都这都没地方摆了，不要摆了，给我放那儿。小可乐耍赖了，开始耍赖题材了啊！小可乐，这没有棋走了，不要摆了啊！这是死棋。我打算最后泼水一战呢，泼水一战，背水一战。今天让你说的背水那个水说了半天你也不说，现在一下子说出来了。嗯，都吃掉了，可以啊。嘿嘿嘿嘿没棋了，小可乐没棋了，啊、没棋了，没棋了，输了。你没棋，你又输了，这是我赢了你的，你的小人。哦，这盘棋下的够久的了，差点没把你在里边都给你吃掉。差一点点，幸好厉害了，下午眼都花了。你们还出去遛弯吗？啊？我们还出去吗？出去遛狗去。你还要站，明天再站。明天再站，十点半了都。收拾完，我们赶紧去。睡觉了，你去洗澡吧。你去洗澡，我们去遛狗，好吧？嗯。明天你放了学回来，我们两个不服再战，好吧？明天放学的时候就是去体力活动。我帮你收拾吧。哦，你明天下午有体力活动是吧？那我下来这盘棋肯定要赢我同学。是吧？棋艺又大增了吧？哎，如果我下围棋的话，我肯定赢我同学，你信吗？为啥？你跟我学了技能是吧？嗯。既要攻小的，又要布大局，知道吧？就你一边吃着他小的四个围一个四个围一个，又要布一盘大棋，知道吧？嗯。你每一走一步棋的时候，你的棋要跟你的子要连在一起，不能分散兵力，知道吧？嗯。你要连起来，要跟你的棋一定就你的你的兵力一定要集中起来，不能分散兵力。这就是你最后抓住机会，关键的是敌人一急他就死了。如果你分散兵力的话，等一下你要攻打别人的时候。你还得调兵调在一起，那就很慢了，知道吧？你把兵集中在一起，当你用兵的时候，抓住机会一招制敌，他就死了。就等一下，